很荣幸又兴奋地来参加杭州四季酒店中餐行政总厨王勇一年一度的主厨试宴。Hello， 欢迎来参观王间。打开窗户。一大早跟王勇师傅聊聊这次谢宴的创作理念，同时一览酒店的花园庭院以及西湖美景，让人流连忘返。风景好吧？风景好啊，我有卡，我把它扫一下好了。啊，你有卡？对啊。能出去吗？可以吧，请使用房卡。平时用房卡能出去？啊，真的是太神奇了。这是菜单啊，整个就是过程其实还挺顺利的。这个已经是搞了大概3个多月吧，4个月不到。为什么今年想去做这东西？就是管家有一次分享了视频给我，就是茶昌华的那个他们做的一次谢宴嘛。他的思路很多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嘛，最终的东西还是中餐嘛。所以我觉得呀，这挺有意思嘛，会感觉到就是讲你有想做的冲动了，你知道吧？然后我也跟管家说，我说这次你看我做的是不一样的。But it's very easy to tell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what I know about Chef Wang. He is passionate. You can see that when we talk about new menus or promotions coming up, he's going somewhere in the world for us. He has passion inside that is amazing. 今天还是特别开心啊，可以见到很多好的朋友。然后其实他们其实说错了，不是主厨试宴，因为一说主厨试宴，压力全是我的。然后今天我们叫谢宴，那压力就是谢。生腌蟹酱、黄酒、糖心蛋，糖心蛋包入蟹酱，在黄酒的烘托下越发鲜美，青柠皮和紫苏花的清香增加了层次感。接下来已经开多少年了？快12年了。有一点历史感了，可是还是那个维持得非常好。昨天我走那长廊，每一次看外面，我都会觉得就是忘忧吧。软味的蟹粉鸡豆花、醉蟹鸡汤、基隆松叶蟹做成的豆花，如云朵一般充满了鲜甜。四川的高级清汤跟法式清汤是 share 同一个那个做法。我昨天觉得特别好吃，就是蟹粉跟花椒，再用海苔手卷。我觉得如果炒过花椒出来，大家吃，可能在哪里都吃得到。对啊，我觉得就不稀奇。我也比较喜欢热量，因为每次吃好饭，那吃好饭的时候他点个手卷给你，对，我就觉得很满足，你知道吧？像我们炒这个东西呢，其实炒也炒得挺好的，因为是像广东人这种干捞的，你知道吧？对对对，它特别香，它不油，你知道吧？我觉得海苔的风味跟这种海产品的东西也挺搭的。真的，这就是个下意识的东西，就是直觉，我觉得肯定很好吃。这个菜我叫陈龙行的柯总帮我找了拆蟹师傅来的。哦，真的吗？真的是，拆的真好，原来是陈龙行的、那个。对他，然后再培训，然后再带到我们服务员一起拆。就是酒单啊什么，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力气，他们也很给力，真的是很给力。就是这个母仪真的搭得很不错，非常好。因为我们看的只是你看的是一顿饭，就是他这个过程，他们真的是很投入。就想把蟹的每一个部位都用上嘛，因为蟹宴的东西其实每个部位有每个部位的好吃的地方嘛，口感啊，香味啊，然后还有锅巴啊，就是集合众人之爱。爱吃不怕烫。嗯， Heaven， 哎，我还是可以的。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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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
好。